听一听，一定要看过去拿衣服吗？可是我等一下四点要练戏台，没关系啊，我可以等你练完。可是我等一下练完球、洗完澡，还要跟气管他们去圣诞趴场看，然后十点还要回戏班跟戏学会开例行会议。啊，那不然这几天呢？找你有空时间一起去。可是我还有校园大使跟吉他社的事情，然后戏剧杯要到了，我们学姐一直叫我们加练，可能最近都没有办法哎，下次。好吧，那我找齐真德一起去。好啦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走了。我是婷瑜，我想要在大学充实自己，我想担任校园记者。参加戏学会，打戏牌，加入吉他社，和热舞社。大学生啊，失恋。我猜的不对。就一瓶酒而已，计较什么？差点忘了，我叫志明。婷瑜。一个人喝酒不孤单吗？你在开玩笑吧？孤单？那你一个人走在街上就不孤单啊？这么大的城市里，我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，我早就忘记有人陪伴的感觉是什么了，好不好？要不你和我说，反正我也没事。你知道那种？你什么都做，什么都忙，甚至朋友都不再约你，因为你永远都没有空。可是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的感觉吗？你喜欢冒险吗？喜欢。我也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停下来吗？之前我和你一样在这里看着这一条路，那时我大四，我才突然发现我四年里做了许多事情，但我还是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。我当过学生会会长，参加过许多学校社团，有这么多经验，可是
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，这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。所以你只是想告诉我，这都只是过程吗？那是你的结论，谁又不曾迷茫过？所以，你并不是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，你只是忘了你是谁。你始终在追逐某个影子，但你又不知道那个影子的本体究竟是什么。扪心自问，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？那你现在是做什么的？服务生，酒吧服务生。又有人称我为酒保，谢谢招待。